年度十大专辑，于佩珍、珍珍，制作人陈君豪、韩立康。好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于佩珍、珍珍，以及要再度上台的制作人有韩立康，另外还有今年金鹰奖的主席陈君豪老师。发表一下得奖的感想。珍珍这张专辑是从时刻破碎的心出发，然后尝试透过创作创造破碎里面重建温暖的可能，以及尝试透过创作创作一种安于破碎跟认领会破碎的可能，然后非常希望就是陷入低潮时刻的人听到这张专辑可以觉得自己的破碎被理解还有被安慰，然后非常非常谢谢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肯定，以及亚声音乐团队，还有我的两位制作人，还有所有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谢谢。好，接下来君豪。谢谢音乐人交流协会，然后还有谢谢亚神音乐，然后谢谢珍珍，谢谢韩立康。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能够注意到这张专辑，我觉得非常酷，就是它是真的一张很好听的专辑。谢谢大家。哎，韩立康 ，again， 好，谢谢亚神唱片，就是可以找我跟君豪来制作这张唱片。然后珍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可爱的歌手，然后我觉得她的音乐，这才是她的第一张专辑。我觉得他以后的作品会越来越厉害，而且他本身是有对歌曲制作是很有想象的一个歌手，非常期待他接下来的作品。谢谢。